我最后每次我们在说你在哭啊，台上就在笑。对，就是他们把它想成英，不是英文，台语吧？一点好、啊。不是这，不是这样吧？你要不要试着在高雄场上讲？高雄场的时候，一点好、啊。不是。我想跟他什么好好好，因为我觉得台北场，因为这个舞台的关系，我们离观众好近哦，我就好怕就是有任何一点破绽，其实第一排观众都看得到。观众好亮，对对，不知道为什么城市舞台的观众整个跟场灯亮的时候一样，每一张脸都好清楚哦。一个不小心，然后你就会跟观众对，然后就很心虚的飘掉。对呀，然后又对到另外一个人的，哎，飘掉，那个亮到感觉好像是在那个婚礼。婚礼上台致辞，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真好笑，谢谢你。